知道啊，会变身还要奥特曼干什么玩意儿了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，反正你是信了，哼！我白天就是蓝电汉，晚上就变成毛银水怪去找你去，你别着急。咱俩就在这干一下子，好闪现呐，闪的我撕心裂肺呀！闪现重置普攻是不？来个皮孩来。我好像要调兵了，为什么一级单杀人不直接升一级，而是只给42点经验呢？给的好少啊！滚点点点，插眼点点滚点，直接进草丛跟他点点点滚点点点点滚点。用圣遗剑清洗血液，传送了，滚点点。他们家挺有意思，我选完为人，人家给我蹦个铁男出来，我就巴不得有这玩意儿了呢。把药吃了，我已经判决。哇，不知道蓝枪什么时候来呀？没关系，像这种兵线他来了他也没用，假装去查眼，虚空查眼，点滚，这都能砸着我，这防御塔攻速挺快呀、啊、我让阿玛得到解脱。上墙，直接开盾加灵光披风，让他交闪现。咱们死肯定不能白死啊，这必须得打他点技能出来。你不让我好，你也别好。先来个攻速海，趁黑出动。点你个信号，我闻到了黑魔法的味道。滚点插眼进墙，点滚点点，这兵太他妈多了，令人恐惧的阴影。不行，这得清清兵。小兵 A 我都扛不住，我得把他压越线了。
这波只要我被 Q， 我就是必死，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被 Q， 知道吧？但只要我不被 Q， 他是碰不着我的。躲个沉默，马上我升六，不知道他有没有闪现啊？来一下，一下没碰着，笨样吧，小笨蛋。我就知道要坏事，在他生的一瞬间我就知道要坏了。小心点，刚护盾是不是最后一秒才好的？不过也没事，我们属于是科学养猪了，值钱了。这波上线直接杀，开大滚过来，点走位，点点点点点滚，点点点滚点，谁 K 进四八瑞了？先吃一层塔皮，直接放啊！要强杀呀，可以试试。我先扛塔来，点点点点滚。如果皇子扛塔，他出不了塔，我们扛塔能出塔。行，一塔不行，先拆了，我们直接盾攻了。再见，难受不？我闻到了黑幕，让我们看看。蓝枪才七级，没事儿，往下走一波。哎，撞墙了。清个石头人吧，这波去蓝枪的红啊、哦。
先把这林峰路简单杀了，先滚过来，点点点点点滚，点点点点，不还手。这个插不插进草里边？好像没有啊。先把这红打了，然后在这等蓝枪。大童子搁那干啥呢？这左躲右躲都没躲开呀！给我上墙，点点滚，点点点点再点，盾弓都没打出来。滚点呀，点错了，点开盾，点滚点，点了一个花蕊。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可以不被晕呢？蓝枪不会有大号铅弹吧？不是，终极爆弹啊！给我红 buff， 行，我马上去拿。我们的蓝有着落了，蓝枪的蓝 buff 马上变成我们的。我又来了。上墙，点点点点滚点，这种先选梅音再选铁男的这些兄弟确实是挺厉害。看看蓝枪身上的蓝 buff 啊，那应该有。有蓝，这波蓝没消失，还没打。去蓝 buff。滚点点点，先把这蓝枪给我杀了。哎呀，我的蓝 buff 啊，飞吧，干，没事，寒冰不用怕，我们先干着大虫子。哎，双杀，来一个小破败，出个小绿茶。出个西蓝刀怎么样？他不缺蓝呢。这不打的时间太长了吗？正常维音哪缺蓝啊？
我关灯了，是不是关灯？关我的灯！滚点点开盾点，滚点！小可爱，那给我出来！花呢？好快快！挺能 K 呀、啊！小心点儿。就以对面的阵容啊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完完全全可以要个舞台，把下路二塔拔了，600块钱呢。几个人？我上墙，小可爱点。不打他啊，直接跑。吸血。哎呀，死了！哎呀，给我烤了！哎呀，可恶啊！真的，就以对面的阵容，我完完全全可以要个舞台。放 BGM 不？我差一件羊刀。叉没用，被动唯一，净开玩笑。那么淘气呢？又在这钓鱼是不是？绿叉主要是为了啥？主要是为了免暴击。来个蓝，绿叉对暴击免疫。要不我直接试试吧，兄弟们，你们大龙，我来一波1v5。给个舞台，这也不叫1v5啊！这根本不叫1v5，能不能给个舞台？行，下波的，行，下波的，我先把下路拆了。那快走啊！那给个舞台的话。羊刀多少钱？2600，够了。
我听见了极致的呼喊。走，回家送装备。你们打条龙来了啊，来了。这蓝枪非得送，你那咋整？那旁边那老些人就非得要送一个，一v四也行。来了，我一个人。我可以杀你，但是我放你一马。来，我就一个人。要问了啊。